Hello，晚上好。晚上好啊。Hello，Hello。晚安，晚上好。晚上好。晚安，吃晚餐了吗？还没，我正在吃，就是我的香菇鸡汤面，但是我面只放了酱，中午吃太多了，今天晚上没办法吃那么多，很难过，我想晚上只能吃酱。我都只能吃清淡的鸡汤面，而且我要赶快吃完，我等一下不能吃东西了。谢谢吉米周送的文手礼，大家晚安。Hello Hello， 我大家赶着吃我的晚餐。好吃，香菇鸡汤面。谢谢杰克送的情人节会员票。晚上好，给你看，用这样子，就是没有东西，而且它面朝鲜面是另外包的，所以就可以取我大概就这样子吧，然后就挤一坨进去里面吃。就是不能吃太多。饿了吗？我知道我等一下太饿，然后就要赶快先吃掉。晚安，大家晚安。现在赶上新四叶草，那个草莓酱，我在赶着吃我的晚餐中。现在赶上的一封信。怀怀送的闪光星星，我就这样一直吃，什么东西还没讲，然后就开始送东西。晚安，晚安。现在草莓奖送的梦幻泡泡，
种傍晚。我的肉好像吃不完，肉它的肉超大块，我咬一口，但它的肉超大块。想吃了，就这样吧。我就来吃香菇跟笋片，啊，好可爱！现在杜宾送的小鸡蹦蹦。Hello， 大家好。我其实还要准备个甜点，因为我刚刚去的时候就看到有就买了草莓伴手起司塔，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哎，因为我没有，我其实它因为起司塔不是我喜欢吃的，但是我想说就既然是草莓的话，我就试试看，这样我就吃一口看看。我买一个日期。是明天才到期，哎，后天才到期的，所以不急，就可以慢慢吃这样子。我来吃吃看，哎，好好奇，哎，我没有吃过它原味，就是那个，因为大家都说全家的起司塔很好吃，但是我真的没吃过，因为就不是我喜欢的品项，这样，这样子，很酷哎，很好吃吗？哎，很好吃，但有点甜，但很好吃。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很好吃，喜欢。我觉得很可以，伴手起司台，我觉得很可以。但还有这个。草莓牛奶泡芙，那我不知道，好好奇哦，来看一下。对啊，它是酸酸的那种，但是有点甜，就是酸酸但有点甜的那种感觉。我来捏一半给你们看，你们看，啊，哎，里面好赞哦，感觉是我喜欢上次的那个蓝莓还是什么莓，我觉得很好吃。那这个感觉很赞的，它是草莓牛奶泡芙，所以下面是草莓馅，上面是牛奶，然后对，应该就是这样，草莓酱跟牛奶酱这样。模仿 Mina， 因为很像 Mina， 很好模仿，就是声音高一点。傅礼杰，今天现在不行，我要有本人在旁边。很赞的，要本人在旁边很酸，对。我要听一下我才能模仿出来，现在凭空我模仿不出来。很好吃，我喜欢。很好吃，因为我，但是我觉得怎么说，里面的草莓味没有那么明显，牛奶味跟草莓味都没有那么明显，但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好吃的泡芙，就是个好吃的泡芙这样。但是我要说，因为我本人就是不是起司塔的粉丝，
所以对于起司台会比较严格一点，对。但是那个起司台是我可以把它吃完的起司台，就很好吃。但是我本人就泡比论品相吧，我就比较爱泡芙，所以我肯定是选泡芙的。因为起司塔本就是不管是什么起司塔都不是我爱的起司塔，我爱的都不是起司塔，所以就是就是不对了。恭喜，很久了，好了，谢谢小珍珠，谢谢。我去把它冰起来了。等我一下下。心情不好。行，今天没木木，他哪？他在我房间。谢谢超哥送星辰。Hello 阿鹏鹏，谢谢阿凯送的浪漫玫瑰。骑士塔，对。吃起司塔就不行了。为什么吃完是心情不好？哦，因为吃东西完心情会不好。没有，太爱吃了，然后就很胖。万一要在模仿，我说我要就是 Mina 要在旁边，我才能模仿。我现在模仿就是不像。你知道我只要前一天就是吃太多，那我隔天早上起来心情会超差。我不知道哎，就是最近的事。吃完是那种失落感，不是失落感，是罪恶感。冰箱不吃都有东西，什么意思？平时就不要吃那么多了。如果我能不吃那么多的话，当然好啊。吃完会后悔没克制吧？会啊，吃完不会，隔天早上会。刚吃完当下不会，但隔天早上会。不会觉得好可惜没了，这样不会。对我来说，不会有好可惜没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吃东西就算是甜点也是，就是不会有好可惜没了这个想法，就是吃完了就吃完了。隔天去运动，但是就是没有时间运动。我也想过要运动，但就是没有时间，除非我半夜去运动，不然就我半夜去运动这样子。你都一口隔天，对，因为我吃东西就是我会吃到怎么还有这种感觉，吃太久了就觉得它怎么还有的。然后就变成哦，不行，我今天回家要把那个吃完，不然会坏掉。就今天一定要把它吃完，就是赶在它坏掉期限内，要赶快把这些东西吃完。我吃东西长这样。不行，半夜不能半夜做啊！
如果隔天早上都上课的话，半夜做会死掉。隔天早上就真的不用起床了。所以还是比较喜欢那个疫情期间在家，就是可以，因为也不用干嘛，就是可以早上起来11点，然后在那边做运动，然后做完运动之后就洗一个澡，然后就开始今天的一天，这样多好啊！瑜伽不会减肥啊，瑜伽减不了肥。哼，麦宝好吃，是好吃的，没错。它的草莓，我觉得草莓比提拉米苏好吃。要不说看看，说看看什么？那吧，对哦。然后那个黑杰克，你不是有买那个就是草莓红水乌龙草莓那个？然后不是隔壁还有那个伯爵可可雪糕，那个我应该去年就买过了，我去年买过了，好吃。那个去年那个是好吃的，但是红水乌龙那个我还没吃完呢，我现在就咬了两口，然后就冰在冰箱里面，我到现在还没吃完。但是是好吃的，但就是目前没有想要吃它的意思。凉完都还好，真的假的？因为我非常喜欢茶类很重的雪糕，它的甜点，我只要有茶就 OK。我真的超爱，就是很喜欢茶，我每天一定要喝无糖茶这种，然后不管是什么。伯爵茶或者早餐茶什么哦，伯爵茶我不要。举例，那种茶就是很好吃，不会坏掉，不会啦。冰的东西还好，冰棒还好，有那口也不是口感，是香味吧，香气好，好喝。谢谢乌云上的浪之心。会不想自己在家煮茶吗？会不想自己在家煮，什么意思？我家很多茶包，也就是我的茶，就有什么蜜桃茶、早餐茶，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茶，薄荷茶，他们讲我的，属于我的，长大了。花椒吗？花椒真的蛮好吃的，很多耶。因为茶很好吃。看了之前《弟弟五二》预告有送一那个是什么？你可以看正片呐、啊，要推广一下正片好不好？看预告干嘛的？好了，是那个培根。如果是选钻石的话，是培根，有吧？欸，但我不知道在哪一集，应该是前几集吧。第一次舞台或第二次舞台那时候，应该有。Hello， 综合喵喵 ，Hello， 大家好。晚安。啊、哦！救命！嗯，好。满额正飞踢，满额抽飞踢吗？但是我真的踢了很多，可以给你们看一下。真的没有，我现在是吃完饭在心情低落中，
谢飞飞扬，我爱飞飞扬送的浪漫玫瑰。没有人看一下，飞踢吧。我们稍微透露一下，飞踢的部分。太暗了。是长这样，哎，我的脚在这，要怎么样？不知道，夏天。嗨，稍微透露一下，但是呢，真正的深水也很好看，是我选的，我挑的，我昨天去挑，我挑了。跟你说，好看的，好不好？大家要买要买，我保证。是那个摄影师乔克叔叔拍的，非常的好。是吧，很棒吧？跟你们说，就是每一个月的春节真的主题真的是姐姐呕心沥血制作，好不好？而且我们都很喜欢，我们是真的都很喜欢，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就是除了，对，就一定要支持一下，好不好？春节那张是陈自己挑吗？没有，但是我昨天就刚好在那。我昨天因为我在想说要，就是要哪一张比较猛？对，没有没有，不是，通常都是姐姐们挑。对，我刚好在经过，我刚好经过。对，一定要买，很好，这是指定款哦，这是全身指定款，好不好？想要看易云本人认可的照片的话，请指定易云，谢谢。再给你们看几张。现在长这样。看一下半身照，半身照也。看不到。反正呢，到时候就会出男的。指定起来，没错。指定是飞踢吗？我觉得个人觉得比飞踢还要帅，就是什么让我舍弃掉飞踢，也没有飞，也算是飞踢，另一种飞踢。对，想知道的话，指定起来就有的，算是飞踢啦，但不是你们能想象的，算是啊，就是没错，而且刚好是全身照，所以就是要指定才有啊！先给你们看一下飞踢，飞踢长这样，今天的茶单，谢谢。可以像一家或利是可以，但是我那一天是好像没有人摆，然后我拍的是我那一天是拍完之后他们才说，可以做那个动作，我说对呀，可以做这个动作，可是也来不及，我拍完了，所以我只踢了一下，因为我前面是肉肉，把肉肉踢了，然后我就说好像不错，那我就踢了。
然后听了之后结果后面越来越高难度，然后说刚都没想到，然后就没办法，因为排完了，排完了。但是蝎子啊，或者是那个那叫什么，突然忘记，那个都行，要先拉筋，我就都行。下次拍摄，下次应该是没有这种风格的吧？风格是不会重复的。没有办法拍能透的，对啊，我第二个拍生气，虽然我也透了前面肉肉的，就一个透一个，一个透一个这样。但是谢谢朱连送的好学生证，对啊，就看前面有什么，就说哎呀、欸、还不错哎、欸，然后就自己就摆这样。哎、欸，真的真的，后来真的变什么特技表演，就大家能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嗯，但我在拍的时候一直被说很像在那个健身房教拳击的那种，很像。我看一下哦，为什么我觉得荧幕上面看起来不好看？不然这样哎、欸，好像不好看、啊，算了。我破出来就好。倒立不能拍啊，倒立的话头发会乱掉，然后那个撑写真就不能用了。对啊，所以就很丑。我说在直播荧幕上面的话，你不去了？要啊，我换完衣服还有。欺负？为什么要欺负人家？表演中弹也很有创意。表演中弹什么？谁表演中弹？大概就是这样子，好看的。我个人觉得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耶，怎么会这样子，好喜欢哦，真的很喜欢。欸，有特效，有特效。对啊，有特效耶，他刚突然出现的特效好可爱哦。再一次有吗？没有，好吧。嗯，好吧。而且你知道 我这时候才发现，哎、欸，我的忘了这个。对啊，哎、欸，我找不到他。我想说，我拿了一堆呢，我不知道在哪。然后我看了这组照片，我才发现，哎、欸，我的三根是从上面开始的、欸。妈咪。你知道我的鼻子是从这边开始的、欸、从上面的、欸、下来，我这边没有地掉下去、欸、我三根好高哦，嗯，是啊，哎呦，没有，我觉得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的三根吗？我现在才知道啊，我就是看了照片我才发现为什么我的，因为通常正常你看你的鼻子看不到，我只看到你的脸颊，脸颊太大，什么话，你脸颊太大。什么话？哎、欸，有吗？你看我的，是吗？对不对？没有凹，就是，好像没有很凹哎、欸。没有，我是看了我照
才发现的。嗯，对啊。我三颗没有凹进去耶，一点点。我真的现在才发现，我就看了这组照片，我才发现，我之前都没有发现，好好笑，我真的太慢了。你看我等下，我侧脸在哪？你看我鼻子，怎么那么高？哎，看完这张照片，我想染回黑发。看完这个照片，我想染回去哦，很好看哎。至少你现在发，对啊，我那时候在看，我问我鼻子怎么没有凹，因为正常不是都会凹进去吗？那是阴影，不是阴影啊！你看这条线，这个线是这样子，通常会凹进去，然后再下来，不是阴影啊！它明明是凸出来的地方，骨头哎、欸，我的骨头呢？这个应该更明显，你看。他直接让我另一边眼睛消失哎、欸！我说你现在第一次发现、欸，好酷哦、喔！现在开始凸出来，这没看什么？我每天都这样子看我自己，我都没有发现。我每天这样看我自己，我都没有发现。是吗？我真的是没有化，没有，我现在没有化，没有化什么妆，就很丑。我最近你知道我最近就是我应该最漂亮的时候就是DD52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每天都化妆，然后每天都卷头发什么的都很漂亮，然后现在就越来越邋遢，就是头发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妆也化越化越少，因为感就是不是感冒，因为疫情，然后就越化越少，然后就看起来就很丑，我就不想看我，我就不想看。难怪你大侦探只能当，哎，好像有道理，我大侦探真的是当剧情片在看。是不是太吵？没有，我很常照啊，镜子。经过就会照，但真的没发现这一点。最近小新有提到弟弟，提了啥？漂亮，阿里嘎多，左塞巴斯。他是不是一直在看一下？等一下哦。刚好提了弟弟五二时期的事，弟弟五二时期的事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喜欢什么歌？哦，记得我说因为弟弟五二才跟，对我是跟跟小晴是因为DD52之后变成，因为就是基本上就是相依为命的故事，算相依为命也没有，对，就是那时候跟小晴比较熟。我不是弟弟真的很有趣，怎么说上下台心情、哦、上下台心情啊，那时候分了，那时候分了，那时候好像是应该是三月的时候分组，三月的时候第一次，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都在三月的时候庆祝撒哭啦这样，所以我也不太确定。然后那时候是迷你康水分组的迷你康水，原来以前组队这么久都不熟，真的不熟，因为平常不会讲话，就是碰不到面，平常碰不到面。要看弟弟我代表，对，要看弟弟我代表当弟弟。他说在那成长很多，有时候柏林吗？
他说他成长是肯定会有的。柏林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录午夜马戏团那一次，然后柏林就又要看表演，然后那时候就已经很也没有到很晚，应该是就是过晚餐时间这样子。然后但我们在录，然后我们是录完我们之后鬼牌就可以先走了，所以柏林就说加油，赶快，你们录完我们就可以走了。我说我尽量好不好？然后对，很好笑。谢谢安夏克拉卡送的分享，尽量，我说我尽量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好的好的，加油加油。很好笑。要怎么尽量就没办法，就是跳啊，就只能跳啊。因为我们通常要跳很多次，因为是那个机器没有那么多，所以其实直拍的话只有几个人有，然后反正就是要拍，因为每一次都拍不同东西，所以其实要拍很多次。觉得自己有职责，因为觉得自己在本身所以有点压力就放不，一定会有的吧。有压力这件事情哦，我有一次跟你们说，讲到压力这件事情，我真的有一次就是在楼下，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有些人去过，然后在楼下那个长廊那边，大走廊，一店是楼下大走廊那边，我直接崩溃，大崩溃那种。因为那时候是 mini concert 前一周，然后又录一次录两集，然后又干嘛，我忘记了，反正很可怕，直接大崩溃。是什么女皇那一集的时候，在女皇那一集，但是你也太吵，刚那时候很瘦啊。像录到一半回来握手会，录音那时候是录音录到一半回来握手会，早上去录音然后回来握手会，握手会结束去练舞。还是要谢谢滴滴，有滴滴我才不会当滴滴。对，谢谢李连送的枫叶，谢谢阿俊送的看好你哦。4单握手会，三单握手会，难怪直接躺在地板上睡觉。那时候跟你讲滴滴舞会，那时候地板就是我家，我真的是随便都可以睡，到哪里厕所也可以睡。真的，我们有些人就直接躺，因为厕所更衣室，然后是干净的，然后因为没有人会在那边洗澡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有位置，因为一间有位置，我们直接死在那躺着，然后双发间也是都躺很多人，然后什么后房间前面，然后什么就哪里你走过去哪里都是人，都在睡觉。不是后台还是拿着椅子很好躺，第二现场椅子很好，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景是在后台，也算是后台看表演，就是坐在那，然后有四个颜色那边，那个的椅子很好躺，因为它是软的，然后都有那个抱枕，就是我们抱枕放在那，就一个人一个抱枕这样子，然后就超好躺的、啊。对，有抱枕的地方，那边超好躺的。没有后台记录，有吧？没有，有啊，有。可是没有拍到那个太真实了，那个太可怕了。走一走会踩到人吗？就是你可能去厕所会有点不方便，前面都是人。
还好三单还在大堂，还好你是比较晚，对对对，我是比较晚的那一步，好险。再看一点，我觉得再开女团的话不太好，因为我说实话，他就是没有能力养，就是也算是环境的关系吧，就是没办法，不太适合那么多女团生存。对，你看雪钻石也不知道去哪了，我在炸鸡，没有，雪钻石抱枕，那边有雪钻石抱枕。市场饱和了，算是吧，算是吧，因为，就是台湾现在的环境。很用心经营蛮难的，对啊，他们真的很厉害，真的经营得很好。就是节目，可是节目出来之后，肯定是会有一个，讲产物也怪怪，就是肯定是会有一个结果的，那个结果该怎么办？对啊，就是不能说，不然就是真的就是个综艺节目，然后没有要选团出来，你只是上去可能才艺表演这样子。对啊，但是这样可能就是吸引不到那么多人去观看吧，所以我觉得不太能做这一类的节目。谢谢 Steven 送的情人节会员票，谢谢 Steven 的分享。像日韩，对对对，那种音乐节目真的很棒，但是有点难，时间久，对啊，所以就有点难，这个有点难，但是真的就是有音乐节目的话真的很棒。谢谢哈流送的浪之心。台湾团就没有舞台，对啊，这也是这个时间。 Hello， 用户名不能是空白。谢谢思琪送的你最闪亮。来分享那时候好像只是一个就是期间限定的节目而已。再把音乐室，对啊，可是就是那个可能没有那么赚钱吧。谢谢浩一送的闪光星星，就真的比较难做。我不知道，但希望还是有音乐节目的那一天。你在等音符轰好？嗯。三八妇女节快乐！你说咪娜的声音吗？妇女节快乐。不行哎，我刚刚尝试在这个直播头，我尝试了，然后也是这样卡住，很难哎。对啊，我直接卡住哎。妇女节，我不行。谢谢刘建古送的浪漫玫瑰 ，Hello Derek Wei。要有本尊在，对，我才要知道到底要高到什么程度，这样。
昨天练习是都要玩没？没有啊，那是结束之后才这样子玩的。谢谢西瓜送的浪漫玫瑰，结束之后才这样玩的。突然模仿就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说，哎，那再加个一，然后这边三个，这边无限繁殖 ，Mina 无限繁殖，很可怕、啊，真的突然变很多个 Mina 出来。那个是不知情啊，然后后面是刘晓晴在模仿，一段那个是就是不知情，然后后来刘晓晴听到之后就开始模仿。比较意外的是你们都在练舞，我们不是要 reset， 我们超久没有要 reset， 然后因为不同组是因为大家都会练舞，大家都会一直在练舞，然后。一起回家的就会留在一起吧，就是常在一起玩，那都一起玩啊，所以我们才会这个很酷的组合。然后也没有很酷啊，反正跟他们在一起，对，反正就是这个组合。然后刚刚去吃世家冰淇淋，然后我们就等到我们练完之后就一起去吃世家冰淇淋，好吃哦。是分开的呀，就公司的练习室啊，有两间。各组练习当然是分开练，因为跟你们说，每组的走位都不一样，走位每组人数不一样，所以跳的东西都不一样。昨天跟一家说，哎，对对对，是蛋挞，蛮好吃的。但我不喜欢吃蛋挞，对，我不喜欢吃蛋挞，但是那个蛋挞蛮好吃的。吃大饼是吗？我觉得还好哎，我很喜欢哎，虽然不是世家味，但很喜欢。还有校园的，校园什么校园？三组轮流，对啊对啊，三组轮流，对啊，所以我们不会一起练。还好没有草莓好吃，草莓是假哦，对，草莓真的很好吃哎。英厨真的，跟你说真的，每次都不一样。希望这次是练的最后一次，好不好？就不要再改了。希望这次最后一次这样子。那表演站位有比较偏哪边吗？老样子吧。就是老样子，我觉得像香蕉味。我们昨天说很像哈密瓜味耶，很像哈密瓜味。有对蛋挞进行分割没有？因为我不想吃，我不想吃蛋挞。那怎么叫做释迦饼？我也不知道哎。算我妈下巴尖了，没有，我下巴本来就是尖的，我胖的是这边，我下巴不会变，我下巴就很尖，就不管是胖的时候还是瘦的时候，我下巴就永远都凸出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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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有。真的很像。那种你知道吗？哈密瓜苏打的味道。苏打饼的就是很像哈密瓜苏打味。谢谢周星当上就是你哦。真的，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像，就很像古早味的一个哈密瓜的味道。
古早味的感觉，还蛮好吃的、啊，很喜欢的。脸部没有婴儿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在，肉那家肉还在。如果真的没有的话，真是太好了，但没有还在。古早味青，对啊，就是真的是古早味的味，很好吃哎，其实。我觉得是真的好吃的。这样比较可爱。没有。不行。等一下哦，赵哥。赵哥，其他歌单。几乎每天点心的线都没有，就是不小心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每天都在吃草莓，但是就是不知道。高润肉肉。点肉肉第一次演 Mina 是 Mina， 对的，等一下哦，我找一下。看一下，找不到。就是不小心每天都在吃草莓，就哎，跟你们说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在吃草莓，但就是不小心每天都在吃草莓。要来一个草莓口味，谢谢黑杰克送的学生熊抱。对啊，而且我就是看到草莓的东西甜点什么就会想要买，所以就是会就是就真的就是看到然后不小心然后就买下去然后就吃了这样子，就是就是真的真的是这样。对，等一下，我找不到歌单，好的歌单。啊。草莓造型吗？不会啦，买那干嘛？又不能吃。熊抱被吃了，只好再来一个。什么被吃了？所以可以吃是重点。对啊，就是我不喜欢草莓本人没什么好买的。就是草莓味道的东西比较好，比较怎么讲，比较有比较划算吧。对啊，欸，但是我怎么找不到，等一下哦，好像有哦，我看一下刚刚说哦没有了是不是。回忆召唤，哦吼，这是啥？
草莓做的甜，没有，我喜欢草莓本人，就是可以吃的。我喜欢，对，但是草莓抱枕什么的，我是没有什么欲望。对，草莓本人好吃。紫色的，没有，草莓本人是好吃的。还去隔壁吃东西。因为草莓，我后来又去，就是买了那个一整盒的草莓，因为我去采草莓之后，那草莓真的是太小颗了，好像是前一天什么不知道怎样，然后草莓就是都很小颗，然后就去买了其他家大颗草莓，对。大宝儿的歌。我刚突然看到说是回忆召唤2002诞生的 K-pop， 对，草莓本莓很好吃的，只是我说草莓造型的东西我没有什么兴趣，这样，所以意思是这样，我刚刚可能传达错误，但我意思是这样。谢黑杰克送的学生熊抱，对啊，2002年。本梅就是你是本梅我吗？本梅为什么错？哭笑不得。你刚刚又错，但是又没有跑出来，对不对？是我又转身了吗？真的假的？非常抱歉。你要预告一下，你要预告一下。不然每次我都转，因为我现在是找那个音乐。谢谢综合喵喵送的梦幻泡泡，谢谢博腾送的闪光星星，花絮 Part 2出来哦，真的假的？我来看看。我差点要打成，那我打，花絮出来了是吗？有吗？没看到呢。可以跟啥一些？谢谢棉花糖的追踪。新的发文有连接哦？为啥我没看到？在哪？哦，有了。一分钟前哦，酷！我来看看，可怕的第二段。谢谢 Jennifer 送的浪漫玫瑰。有啊，我刚在官方频道，然后结果就没有，然后是一分钟，我再重刷才出来的。我来看看。没有，我从昨我今天原本要拿，但是就没看到。对，这个在，但是的外套在。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惊人的突发的消息。刷到衬衫甜品，哦，你看。第二天，对啊，看一下。昨天大家就是哭得稀里哗啦，所以很害怕今天又会有什么让我们痛哭流涕的消息。
男的蝴蝶结歪歪的，好可爱。我在哪？我在那。哎，我两只原站站的位置怎么都一样？哦，卡在里面出不来，是哎，直接跳到，要爬完就有了。来看，感觉就很可怕，对不对？就可以就边开，然后边看，就我们一起看这样。一起看 ，Hello， 大家好，我要来，敲不到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云 ，Hello， 大家好，我我的 IG 是 yiyuan_akb48tp， 欢迎大家追踪。什么？行踪划过长空。来了！哦，是吗？哦，神秘嘉宾哦，祖祖。原子祖。哎，原子族，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吐槽这个。原子族的裙子超长哎，然后是啊，裙子就这样子，好可爱。原子族裙子也太长了吧，我天哪，他裙子怎么那么长啊？但第二天发型比较正常，第一天发型也很正常啊。灰道还卷起来，没错，是不是？有没有？是原子族太高的问题。我怎么敢说我们队长大人呢？是原子族太高了。刘海有点，哎，可是我很喜欢第一天，反正就是没上刘海也是一种刘海，就蛮好的。对。也往好处想，就是也算是只有我可以在那边没上刘海，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因为就是有个性的才适合没上刘海。不行，等一下这边大家的表情变化太有趣了，这边大家的表情变化太有趣了，天啊！对，给你们看他的表情变了哈。哎，都有小鹿哎，好可爱啊！很开心哦，这边很开心。好可爱，阿丽跟妮妮，太真实了。哦，妹妹是本来就很真实。好可爱哦！看到会动的美剧了，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看到了，妹妹的眼睛超大一颗。因为的眼睛超大一颗，我来了，然后一家已经在哭了，对，这就是大家都看到的东西。但是再看还是很酷哎，我要看美剧，我要看美剧。好，大家告诉你们一个方法，就是要怎么不这么感伤，看美剧。
太可爱了。要看美俊，这样就没有那么感伤了。美俊真的太可爱了。对啊，你们看很多次，应该就是对，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前面就是看了会难过，但看到梅俊就比较快乐一点。哭最惨是默默，对啊，默默在最后面。那有梅俊在那里啊，梅俊，好可爱哦。但是看了好几次，就在难过的影片里面增加一点，就是让看了心情会好的东西，很可爱。对啊，电脑也有特效，对啊。我可以跳过吗？哎，不行，跟你们说，我那天回家，然后反正就是在那边看，因为不是那种什么新闻什么都有嘛，然后想说哦，然后在那个计程车上什么，我想说天啊，这是怎么办？我现在看还是会想哭。就明明刚刚已经经历过一模一样事情，然后再看，哇，超想哭，他们都是怎样？好奇公哭爆，跟你说大家都哭爆。没哦，对，没进是小慧。玉林好可爱。妹妹好可爱。人生新的一步，就是最后的大偶像都是为了想课的时候，请找一下梅俊，现在被挡住了。二期上可能哭最惨。再现场一下，他直接吓到坐在地板上了。一直让梅俊出来，这段影片出来。哦，是你喊，你反应很快哦，大家都很惊讶，都没有人在喊。哦，我找不到我在哪，我在哪？哦，在那，我被梅俊挡住了，真的是。哎，不行，美俊让我太欢乐。我刚刚想说奇怪，为什么没有我？我应该在这啊。然后就我发现我在这，美俊的后面。好呀。太可爱了，好喜欢吴绮慧，好可爱哦。等一下，我在跟谁讲话？然后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讲话。我在跟谁讲话？等一下，原来你不好意思一直看。等一下，
我跟没有在跟谁讲话。谢谢李真上看好你哦。为什么小慧叫美俊？因为他有穿过一件美俊 T。对对，我们在想要让，企图让饮料退货。一件 T 恤是美俊，然后我就说他是美俊。玉清，玉清，小薇，哇！你当时可以说不明沉淀物应该是喂，那这种退货可以换诗雅回来吗？乱晃，就是这边应该是要，你看这个大家应该是要晃同一边的，结果一哭大家都在乱晃，就一哭然后就乱掉了，大家都在乱晃。什么朱丽丽花？那是啥？竹中，对，我要去竹中唱歌，竹中校唱，对对对，礼拜六。小东晃到不知道往哪。到底要放哪一边，真的是不知道放哪一边，就随便。TTP 期待的。哦。来呢。哇，是诗雅的彩带耶。已经出来指挥，完蛋了！我觉得我好像就是破坏大家感伤的气氛，我不该一直看美俊的，没有，就是怕太难过，怕看了又太难过。李大力，对对对，那哭声很好认。哎呀呀呀呀！感伤留在那时就好。我们
美的。不要，我要回去。舒展一下，舒展一下，对。不行，我想找以前的歌，我要来找以前这么感伤的时候该听开心一点的歌啊。要听一下开心的歌。来找有什么开心的歌？不知道哎、欸。嗨歌，有什么嗨歌推荐？嗨歌，嗨歌哦。没去唱歌，你没去唱歌。马可波罗是嗨歌吗？不是吧。哦，救命，这个前奏。唱过了。我们家没有电蚊拍。OK。I see you walking by， 你飞翔起丝，就像烟火改写天空的章节。到达航海时代，你远从天堂来，而候鸟儿对着我展开，在远方。有什么文明的存在偷渡到未来，全怪航海图太狭窄，地球有火房，站在船盖上冥想，你想发现什么？
这首歌怎么可以那么难唱？可以这样吗？有吗？是的。不行，我不要。已经唱很多，对啊，我已经唱很多，而且明明上次还是什么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的直播都有唱过，我已经唱很多了一集，我没感觉，我真的没感觉。没很晃。对呀、跟你们说唱其他歌都没关系，就是不要马可波了。未来想对你的没很红，对、我完全没有艾薇儿歌，我没听过，好像没有听过。这次那件事叫什么？宅心门的宅。其他歌最近有点什么吗？好像没有，就中文歌吧，应该就中文歌吧。谢谢修泽送的梦幻泡泡。我两版都有买，算了。突然就想到我就放在我的旁边。咖啡香槟加冰，真的。品涵约你吃甜点的吗？还没。品涵约我吃甜点是不是？谢阳公送金色音符，谢阳公送你最闪亮。为什么可以随手拿出？就刚好在旁边。谢安香刚刚送带我走买专辑，对。给你们看，我有给你们看过我专辑柜很，我真的是就是很爱买专辑，然后我专辑是真的很多很多。谢凯恩送的红玫瑰，好来，我来唱个歌，但我不知道我要唱什么。需要线轨？还好哎，还不需要，还可以塞。这样太低了，不要，等一下。随手就来，没错。我来看一下，我来找找有什么歌。再点再点假动作，可以，但等一下哦。
我不会唱日文版。再加油，感觉没有哎、欸。我来看看。哦。又是如果可以，我太想到这次。我看一下。被蚊子搞到，对啊，我那时候应该就是打蚊子，所以都没有感觉。如果没有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怎么我觉得今天沙哑？我今天好沙哑、哦。现在中文喵上浪上，野猪冰冰来了。看了什么？我看了什么？大树下的你，无色未尽，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又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如果没有如果，等到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还有等一下，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挥霍运气，因为你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暴雨狂风也不想防备，爱了就爱了，只刻在我们泪光的约定，火开出了花，唉，今天状况不好。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万年，留给我别困住你。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啊哈！我花光运气，你是我，我赌上世界的决定。哎，我今天好卡哦，今天喉咙很卡哎，怎么会这样？谢谢大家。不行的。如果大家喜欢这首歌的话，可以跟说那个李心婷版本的比较符合，因为维里安的太低了。
我今天很卡，我今天声音下不去哎、欸。就是你看哦，前面那个什么，下不去，算了，我找不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哪。煎熬不行吧？我没唱过煎熬。心一跳，煎熬就是假音假到爆啊！如果我要唱的话，煎熬。不要，太伤了，不会，不行。暗恋假动作，又要暗恋假动作，暗恋假动作。那我要看刘晓晴的版本，要上 YouTube 找假动作。我要看刘晓晴的，谢谢安莎卡卡送的金色音符，我来看看。哇，那真的很适合这个。就算想看到你的执着，但我等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不会歌词，歌词在哪？词，我看一下啊、哦，我查一下，暗恋，假动作，没有，我不适合。你看，就是你看我，如果上台在那边唱暗恋假动作的话，就完蛋了，超怪，真的。就当的理由，算了吧，不去想，何必要借口？对，怎么不敢不问不说？我一个人在心动，不对，这样不敢不问不说。一直不敢不问不说，就怕答案像彩虹也像场梦。现在强哥送掌声鼓励。偶若在教室座位不是坐前后，在走廊尽头没有偶遇我，会不会还足够留下这微热？不想熟悉着我，伪装日子的热络，联系我不擅长的温柔。搞什么好幽默？写了一万字粉红色小说，夏天以后还想不通胆小的理由。算了吧，就当成暗恋假动作，不敢不问不说，怎么不敢不问不说？我一个人在心动。哦，怎么不敢不问不说？一直不敢不问不说，就怕答案像彩虹，也像场梦。太不行了。
谢谢黑杰克送的好多浪漫玫瑰，谢谢叉叉刚才送的掌声鼓励。我喉咙要坏了，我觉得我来看看还有啥。对啊，喝水。永不失联的爱，谢谢香港送的缘分相遇。老样子，就是老样子的那边，有人应该知道老样子是哪边，应该不会在那边，跟灯姐一样，差不多。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相信爱了就不哒哒哒哒哒。有没有其他人的版本？看一下，下一层好高哦，会吗？谢嘉禾送的缘分相遇。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在哪里？这里。我在这里耶。明天的票，老样子是啥？是说每次活动都站在一边，几乎吧。就是你们的右手边，我面对观众是左手边，对，就是。这样子，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他还在那，我每次都找不到他，他还在那。好了，算了。你给我这美好剧情。
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苦再让你我把手紧紧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太低了，救命！我要回去。对的，公演，没错，记得要看梦之中的一语要抢左边，但也就那一下下而已啊。我在右区比较多，对啊，我几乎每一次都在右区比较多哎，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跳只要跳过就几乎都是在那。那刚才就好，这次也会抢右区，对，大概几乎都在右边了。但是前面好像哦也没有，好像几乎都在右边，对。在中间好，对啊，中间也不错。喜欢强重牌的位，为什么我刚有一个口音？位置，没错。棒棒棒棒棒棒，开来，来嗨的，谢谢了。对，刚刚啊，我掉掉了。谢谢你，怕嘞怕嘞，你是我小时候超爱的。对。没有，这首歌太。不吉安娜，那也不吉安娜，阿德巴兹，哦哦哦。这首很帅，很帅啊！但是就没不好唱，没什么可以唱的，就是很文软。这是什么歌？不要抢一组，哎，但因为同时间开麦，所以就是，啊、哦，有听过吗？这个？老歌特辑，我来开着跟我一起嗨耶！
但我其实没有很会这首歌。哪一个演唱会？欧巴欧巴奥比奥比当当当当，欧巴加什么？然后嘞？哈！想你。哈！哒哒哒哒哒。这个卡斯米达牛蛙哟，加咕加咕塞萨米哈尼加哟，어떻게하나말하고싶어바늘사랑해많이많이해수치는이제바지마요지진이내걸이제그만아요这是我小学几年级学的三年级吧还是四年级，我忘记了。MV 他拉拉队，对吧？哦，哎，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出什么歌，好快乐。对啊，拉拉队。我们来玩猜歌这样子，你们很会猜，我会，都是听过，同年代吗？都关注对，哎，现在小孩都没听过这些歌了，气死我了，感觉好像我很老，好难过，但这才是经典。朱莉叶，朱莉叶 ，Shiny 的。这比较近了，这是这算新的吧？这个这首。近的了，最知道的是 Lucy， Lionheart 没错。这个歌算新的，好快乐，就是一起嗨。然后嘞，忘记了。现场观众掌声鼓励，下一首。那那那么也哦，搞不好等下出来，我觉得应该会有。谢谢高上掌声鼓励。不会唱，不会唱歌词。好了，让 devil run， 没错，谢谢思琪送的浪之心。被打嘛，但我看得到。对 ，Run them all run。You better run, run, run。You better run,
欸，我很喜欢玩什么，就是随机舞蹈，就是那种要旧的，新歌我真的不会，但旧的我才会随机舞蹈。还没，还没出来。噔噔噔！这不用猜吧？这直接不用猜了。笑不笑不笑，就到这边唱的不是歌词，是应援词。发尾眼神，对，在这里啊，这里还有一点，因为太阳晒什么都会退掉。这首要旧歌，新歌我真的不会。什么？Sorry, sorry, sorry, sorry. Nigga, 最不想懂，谁最不想懂的？你说我小时候最不想懂的，没错。但不好意思，我已经深陷沼泽。什么？好的，拜拜，下次见。这是什么？台湾很红的，已经认识认识了，知道了知道了，就这个，刚好就跳到他们了。到南部弄假牙。好烦哦，对，这首就是，这是台湾很红的，没错。真的假的？那能不能加油？那能不能加油？当男不懂假呀，超像的。到昨天都不知道，真的假的？哎呀，当男不懂假呀，哎呀。这有个年轻人。我今天先把它唱完了。Come back home, it's a come back home, yeah. Day by day, 噔噔噔噔噔噔噔。浪啪啪啪！我直接根本没有要停下来，我自己唱就唱完了。他们听过，但不知道他不知道弄假牙是谁唱的。你说对啊 ，no。Nampu 是坏的意思，优甲是女生、女人的意思，所以就是 No Nampu 优甲，你是坏女人。Hello， 陈伟。
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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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好久不见，谁能不掉眼泪？棒棒棒棒，哎呀妈！金盏秋色了。Bobby Bobby Bobby Bobby， 感觉很适合这首歌，棒棒棒棒吗？就蛮可爱的、啊、这首歌，这首歌蛮可爱的。Bobby B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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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挤呀、啊，好挤呀、啊，是什么东西？好挤呀、啊，是什么？好起来了。啊，那能不能加呀？哎呀，就是哎，就是哎呀，啊，硬要给它翻成好几啊。就这首啊，彩华姐的《Bobby》，就是翻这首。Follow me, follow me, 那年真的 follow me。Bobby B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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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为什么有点不协调？啊啊 ！Bobby Bobby Bobby， 为什么不协调啊？哦，这样啊！我想说怎么怪怪的。Remember me.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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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ger.以前唱不了全部，我以前唱到中间我就不行了。生明天生日快乐，哇！恭喜你老一岁了。恭喜你长了一岁了，耶！好快的节奏，不要我每一次的生日快乐歌都长这样子。对，唱慢的我中间就不行了。所以我换了一个讲法，说长了一岁了。我换了个讲法。在乱跳。那一三两一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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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哦，
이상형이없는데이상해그날스쳐는손왜이래향수니까흔들려는但可以啊，一起吃甜点。妈就有，怎么会不喜欢一起吃甜点？有甜点多好。이렇게아내가생각해난지금해야해야해야말해어떤이유가 수이대너의수이대우리我觉得不会，应该都放在我身上。진음악에붙여Everyone, then put your hands up. 세상이한게미쳐 Everyone, then put your hands up. 还想找你玩豆啊？真的假的？豆沙，我又不玩了。可以啊，我才上个月还在玩。Put your hands up.가빠지고너잠시빠지고너잠시빠지고너昨天才哦，真的假的？太棒了！哈，可是一开始就很累，一开始要牵碗很久，要养很久。换了等于玩还没，我想到再玩。对啊，想到不要玩很久。Everyone, then put your hands up. I can put your dreams up. Now say something. 下载动粉。I can put your dream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原来是我也是一年多前岛上啊，可是我东西，我想一下，我就是我做的东西都拿去卖钱了，我房贷还没缴完，我房贷还没缴完，好吧，天天气 OK， 可以中午要送梦幻泡泡。游戏还有房贷，有啊，游戏还有房贷，没有蟑螂我出完了。现在开始唱真情告白，这游戏感觉就太，因为有房贷吗？就是要赚钱啊，然后缴房贷什么的。没错，好啦，我差不多要念排行榜了。Take it. Oh, give me. 好来，那下一次礼拜六见，礼拜六在新竹高中，对，我在你们的右边。
对啊对啊对啊，拜拜，我要念个排行榜。Oh yeah, it's alright, 无力解开的卡扎。让我唱完。It's alright, 哈哈哈。笑。气氛的夜色安排色，那么简单的就是覆盖。It's alright, 无力解开的卡扎。Give me, give me, give me. 我来唱一下。I wanna take you to my house. 你喜欢啊？你个等三幺四。好的呀。You know I want you to. It's alright. 无力解脱的卡扎。It's alright.兴奋的夜色哦配色，那么简单你可思给 It's alright, 无力气不能卡架 It's alright, 谢谢熊猫小子送的浪的心I know, we know, it's alright, 无力解不了卡扎 It's alright, 다가오는눈에시간내에서앞에서나를기다리고있을게거있을게요제발로가자 It's alright, right 10분뒤저앞에서너무기다리고부를게 It's alright 오늘제발로가자가자没有在练那个笑死了在练那个韩文，不在练韩文，就是有点没办法看那么快。当不习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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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upe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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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我来幸运的是那周一跟周六的对差不多对 Love a holy love a shiny love a holy love a Amigo哎，他好多。So I never ever。现在是一月初，嗯，韩文觉得很难，没有没有，韩文很简单。韩文我是看韩综 Running Man 然后看到会的，我真的是看 Running Man 看到会。然后日文我是看阿拉西西亚卡雷看到会的，我都没有特别去背什么四声音五声音，我都看节目看到会的。그냥봐진이야진이야진
对哦，看电视学外文。Running Man 吗？还是少女时代？Running Man 我没有特别喜欢，我就是看着，就是看着。我没有特别喜欢谁，就是喜欢他们。我看最早的就是什么 Gary 哈哈那时候都还在的时候，对，最早的时候。谢谢咖啡上闪光星星。噔噔噔噔噔噔。想要看美国歌，没有哎，很少哎，没有看过的样子。啊哈，哦，就很想把它听完，很想看到底有什么歌。My angel and my girls， 哈哈，当你们靠近，亲亲亲，亲亲亲亲 ，baby baby baby。这首歌我真的是从小到大没有忘记过，哎，好扯哦！真的是没有忘记过，哎，其他都忘了，真。怎么可以记得？我就这首歌就记得特别。哎，真的，我不知道这个歌单会不会看不完？这歌单是不是很多歌啊？还好啊，奇怪。哎，很怀念。啊，还没。New and the old mystery， 慢慢慢慢爱情慢慢慢慢 ，Keep on keep on， 三人恭喜，三人 today 一表恭喜 ，History。这个，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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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不知不觉跳起来，真的很适合这歌单，超适合，我要收藏歌单。
내 여기 있는데 어 슬라요 잡아 아 这个 这里还是这个 잡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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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是这个哒哒哒哒哒那前面是什么哒哒哒哒哒忘记了哎我直接接我刚接超快你们有看到吗我刚接超快的，哈喽阿红，我现在在嗨起来，怀旧当中，谢谢阳光上的闪光星星，很快。应该是这个吧然后嘞好的就一层高我的呀我的呀好的就一层高我一样，这首歌没在跳啊！这首歌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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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在后面有在跳。曾经的妈妈没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啦。耶。예그럴수가없어예참을수가없어숨이다려오나자꾸도마로가I'm losing control 내가 really hurry hurry boy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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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h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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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谢谢魏聪掌声鼓励。因为哈韩比哈日还要多吗？哈日的话，就是阿拉西的歌我都行。阿拉西的歌你放出来我也都会，应该是几乎。阿拉西的歌，可以啦！我小时候听那么多，可以。我是国小哈韩，国中哈日，差不多。哈日哈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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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스모션10점만점에10점10점만점에10점그도대체是哪一首啊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没有什么看剧10점만점에10점怎么还有好难的对没有啊我开学之后就都开晚上了哦也没有就是偶尔偶尔Wait a minute. 啊，没。慢慢的，慢慢的。Hey hey, it's a red light, light. 이것이 진짜 난 정말 내내내내.
哎哎 ，It's a red light light， 看看还能能不能。啊，下周开晚上吗？我不确定哎，应该是吧，因为我早上都要上课，几乎我早上都要上课。能够给他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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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Boy gun, my gun, boy gun, my gun, boy gun, my gun. Don't you mind it, don't you mind it, don't you mind it. 晚上才是有在直播，但是没时间就只能早上直播啊。没时间就是早上了，但几乎我都是早上。Baby girls, I don't care.新加坡还没。新加坡不打哦，莫也就莫你给。加拿大哦。听着。Long ago, I'm singing, I need to know that I had the night, yeah. It's like, why don't I make, why don't I make, 너무예뻐지는 sexy 내 조사甜甜大学真的哇！小哇塞，小小的我也是个金粉。夜里黑的安全感你敢？哦哦哎哦哦哎哦哦哦，那灿烂色景。哦哦哎哦，怎么还有啊？谢谢阿先生的掌声鼓励，哎，这很棒哎！哪里啪哩，哪里哪里啪。나는다잡아먹어너의눈썹을잡고하고싶어눈만은사랑해행복만줄게요 Kissing you all my love 내이는단순한다섯개나는제게누워사랑해도돈다주다있어줘豆子啊，你说那个哦，日本啊，在日本那我就不知道了。哒哒哒草莓甜点之旅魂哦，好酷哦。嘟嘟嘟嘟嘟 ，Loving you, baby。Never har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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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 to没了吧？等等等。哎，太多了，不行了，太多了。我发现他怎么用不完，明明看起来很少。好了，大家，我先念个排行榜。笑死他，超久哎，他好多、哦，下次可以来玩。第十名是 Derek 维，第九名是修哲。第八名是草莓奖，第七名是花生小魔术，第六名是博成，第五名是安沙卡拉卡，第四名是中和喵喵，第三名是恰拉咖喱，第二名是猪心脏，第一名是黑杰克。谢谢你们会知道我们唱没有？是吗？是吗？可是我播这歌单呢，但它超多的哎，看起来可是看起来还好。好的，大家，拜拜。
我们下礼拜见，礼拜六新竹高中见，拜拜，不客气，拜拜，谢谢歌手红玫瑰，拜拜，三二一，拜拜，拜拜拜拜。